2018年的第一批楚柑，楚柑品种为沃柑，是坦普尔橘橙与单栖红橘的杂交品种。看楚柑顶部的绿梗还是很新鲜的。楚柑它属于晚熟杂交柑橘品种，汁多味甜，高糖低酸。它的果肉饱满，入口甜润，皮薄易剥开。楚柑的花期为初春到三月中旬，采摘期为次年二到三月。它的果肉细嫩化渣，脆爽紧致，可食率高。水果小妙招，第一步沿着果子顶部划切一圈，尽量不要切到果肉，然后用刀掰开果皮。再用刀划切果皮，还是不要切到果肉。接着用手掰开果皮就好了。这个方法还是很实用的，最后我会介绍一个不怎么实用的。这个爆虫器用刚才的方法也是可以的，测一下它的糖度值，糖度值为14.4%。测一下挤压成果汁的糖度值，糖度值为12.7%。沿着果瓣纹路划切，不要切到果肉。然后用手慢慢掰开果皮，外形还有点像太阳花，这个确实不太实用。你们一般怎么去皮？和我介绍的方法一样吗？